如果有人已经考过，有人已经考得好了，那我们可以问他，那你可不可以来帮忙啊？给我们任何建议。这样的办法，我觉得就是那个非常自然的事吧，啊，因为有时候呢，有那个小伙子，他不要吧，不要问，他可能他老师或者他朋友啊，如何会考好啊，因为。可能我们也知道有人说谎话，哦，要说，哦，我考好了，我要告诉你，你必须做的就是什么？必须做的就是看模拟考试，看模拟考试就好了。可是模拟考试有时候没有人来解释，他的朋友其实的说真话，可是没有。完全的，没有这个完整的。